还好三天，美国就变脸了，刚又向俄罗斯下棋狠手。Admin， 2018年6月13日6点26分11秒。军事。阅读。465710。评论。零。Sponsored links。作者张毅。数日前 G7 峰会上，特朗普要将俄罗斯请回的言论引发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大部分评论都认为这应当是美俄关系改善前兆。可这话说下还没几天，美国却突然变卦，转向之快令人措手不及。2018年6月12日，据海外网报道，美国财政部对三名俄罗斯个人及五家企业实施制裁，称他们与俄罗斯军方及情报单位进行合作，研究如何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姆努钦还补充说，美国正努力打击在网络攻击方面为俄罗斯及其军方和情报机构工作的恶意行为体。美国对俄新的制裁决定宣布时间距离 G7 峰会上美国总统向俄罗斯释放善意仅仅数日，短短三天内，美国对俄释放出完全矛盾的信号。外界普遍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美国内部对俄政策尚未形成统一，而这种矛盾政策令美俄关系缓和势头再次蒙上一层阴影。Sponsored links。事实上，美国对俄政策从来就没变过，一直以敌视和对抗为主。特朗普突然在 G7 峰会上向俄示好，很大原因在于会议大部分参与国都和美国分歧严重，提出拉拢俄罗斯有助于转移注意力，并在其他参与国间制造分裂。同时，俄罗斯是欧洲社会传统标靶，只要一提到俄罗斯，往往会和军事威胁联系到一起，所以美国做出一种欲和俄罗斯合作的姿态来向欧洲发出威胁，如果他们不肯继续追随美国脚步，那美国将放弃对他们庇护，让他们直接暴露于俄罗斯钢铁洪流之下。既然没有改变关系的诚意，美国自然就不会改变相关政策，表面上的矛盾代表住美国真实的态度。对美国而言，俄罗斯必须承担起重要军事威胁这一角色，无论是对美国还是欧洲。只有俄罗斯彰显出足够军事威胁，美国可以打住对抗俄罗斯军事暴政旗号，继续抵制国际裁军，并在世界各地显示自身军事存在或制造军事冲突。此外，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也是美国团结盟友、维持自身军事霸权重要工具。所以美国必须频繁触碰俄罗斯国家安全底线，这样才能迫使俄罗斯展示其强大军事力量。历史上，俄罗斯与欧洲强国围绕欧洲霸权曾展开长期争夺，这造成欧洲各国对俄罗斯一直有天然警惕心理，而俄罗斯一旦展示军事力量，就会触动欧洲国家敏感神经。此时，美国再以正义化身出现，
劝说欧洲各国继续在军事上依赖美国。如此可谓一举两得，既向世界展示实力，又大大团结盟友。 Sponsored Links。 可再好的招数反复用总会出现问题，虽然在美国刺激下，俄罗斯被迫发起的多轮军事反制确实在欧洲社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但欧洲部分主要大国如德国和意大利还是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俄罗斯联系。乌克兰危机中，默克尔反复在美俄之间周旋，尽力回避对俄全面制裁，这就表明欧洲已经对美国的伎俩有所警觉，开始考虑如何维护好自身利益。即使国际政治场上经常充满赤裸裸利益交换，但国家间关系依然应当尊重最基本道德底线。美国当真想和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就应当先展示出切实诚意，而不是这样朝令夕改。美俄都是世界重要大国，合作可达到共赢，可若美国执意对抗，倔强的俄罗斯纵使国力有限，却也从未怕过谁。可那样的话，只会成文石火殃及池鱼，世界将出现更大范围动荡。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只有负起国际责任，才有可能继续在未来居于主导地位。